好，我是川妹，我现在来到西安哈水了。今天把小月也带出来了，让他出来体会一下挣钱的不容易啊。然后他一直拖着那个箱子，从家里拖到这里来了，里面装了满满一箱货，让他体验一下。刚好今天星期六，他补习班老师那里要装书架，今天就不需要补习，就把他带出来。过来，宝贝，这边。喂，刘森啊，弟弟。很熟练的掌握了推箱子的技巧啊！第一站来这里买一个包包。Hello， 好野啊！转一下，宝贝，转一下，那样才看得到包包啊！什么？还要把你拍成八米高？那你吓死人了，要出去！好的，展示一下你的包包呗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今天让小六过来做苦力的。这个红色、蓝色，这个是焦糖色、米色、蓝色、深蓝色，然后杏色，折完才1880。买单走人了啊！又去买了两样东西，现在去刚刚卖包包那里拿东西去寄货。别那样耍，等一下撞到人了，宝贝儿。现在我们在地铁站里面，我叫小刘去了个71。前面那里帮我买水，买矿泉水，用他的八道通杀的。那你如果在前进，哇，你还自己买了个糖，自己减伤自己啊。嗯，帮我打开啊。谢谢宝贝。妈妈喝着了，你喝喝。银胆呢？不错不错，现在可以单独行动了啊！走，那你电梯下去啊？还没忘他的任务，继续推车。那个水妈妈拿吧。嗯，你推那个就行。学生了啊，大姐啊，我们坐一个站叫转车，走那么远干嘛？快点，有车来了。你们等一下看一下他怎么提这个上去啊。我今天空着手，就拿一点水，其他都让小刘做。快点，你老百姓，你在干？走。直接提上去的，他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不错，要忍，好厉害。到了，到了，宝贝。啊，小心啊、哦，小心！你的力气真大，好厉害啊、哦，宝贝，加油啊！我爸遗传。你遗传的谁呀、啊？遗传？我爸。遗传的你爸，你爸的力气很大吗？过对面去坐车。不要慌，不要忙。不要慌，不要忙。你要不要回家？那也不去。快点去，寄完我们就回去啊！还叫我不要慌，不要忙。有车，看一下车。有没有车过来？没有车过来就走。不好推就提着再走。
到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喜欢的请关注，拜拜。